就请你开始哦。OK，奈何吾弥撒奈度吉丁奴阿弥斯阿兹方嘎密吉嘎朗嘎古，达西凡那嘎古阿尼尼度兹在阿迪利斯卢玛卢玛。这个音其实比较简单，它大概是最简单的，你上课就最早会学到的词之一。那 LO 发一个音，MA 发一个音，就是卢玛。那最后骂后面的右上角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喉舌音的符号。那这个在阿美语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符号，它很难发。那老师当初教我们的时候，它的发音有点像是你有点听起来有点恶心，你快要呕吐的时候发出来那个呃的音，它是从喉咙发出来的，所以它最后要停止在卢骂，它有一个比较重的音发在那边，大家可以试看看卢骂。那今天给大家的例句是：我在家工作。马达腰嘎咕伊鲁玛，马达腰嘎咕伊鲁玛。大家可以试看看练鲁玛。努伊赖古嘎夫吉兰啊，你哈努阿米斯伊，巴西法纳恩嘎米。尼尼米萨吉里吉里麦胡嘎米杜米哈拉呆阿杜米索罗么呆阿塞胡，乌拉米索罗么呆阿萨马克伊。Samanen a misolof a misafalok kuya jitin ni chai chong han hakashi. U minunatai a samak i. Idini i faalohai a pididi an u sasa, sasana en ku kotova shiwa a sasama. Halu ikapalai tingwa lahusai a pihatatanaman. I kahalakan nu pikirin i. Nanai didisen ku safawah adidis adulamit adidis。这个是我们希望最后可以改版出现的样式。那离这个目标还很远，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我们会希望一步一步达到这个目标。Mulis 几韩语抵达那Mulis 几韩语抵达南伊达包的在古维斯。Nanai alomaloman ku。Mikapulai Damianan a Patanak to Suwau nu Amis at the Fang。来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11点，韩语会来我们的聊天室做一个访谈，那是他关于他的论文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一起来加入，我们可以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。来。